就在那天晚上，耶稣与门徒们一同坐席，和他们吃逾越节的筵席。门徒们都似乎沉浸在他们各自的谈话当中。突然间，耶稣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沉默走向了水槽。如此的举止使门徒们都感到十分诧异。他脱下了身穿的外衣，顺手放在一旁，拿起器具取水，待水满后，他又捡起了一条干净的毛巾裹在腰上。门徒们呆若木鸡地望着耶稣，到底耶稣要做什么呢？耶稣小心翼翼地将水倒入盆中，他端起水盆走向门徒们。彼得表现出惊惧的样子，眼看着上帝的儿子拿撒勒耶稣弯腰放下水盆，屈膝蹲下，轮流地为门徒们脱下脚上的鞋子，亲自为他们洗脚。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呢？房间十分的沉静，一点声响都没有，只听见水滴和拧干毛巾的声音。耶稣的一举一动都紧紧牵引着所有人的目光。彼得诧异地看着耶稣，突然恍惚中醒过来地意识到，该轮到他了。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我所做的，你现在不理解，不过事后就会明白。耶稣十分细心地洗了最后一个门徒的脚后，他擦了擦额上的汗珠，然后穿上他的外衣，回到自己的位置，并指示所有门徒们聚集在一起。事实上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好让你们也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，没有一个奴仆大过他的主人，也没有一个被派的大过派他的人。此时耶稣突然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递给门徒们，你们领受吃吧，这是我的身体。接着拿起杯来祝谢了，又递给他们，你们都来喝，因为这是我的血，是为立约的，为许多人所流的，使罪得赦免。说完，耶稣向后斜靠，他抬头双眼紧闭，就接着说，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，今晚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在这意料之外的言语中，房间就在那瞬间变得静寂无声，时间似乎停止了。门徒们陷入惊讶不已的情况里，面面相觑，彼此诧异地猜疑着对方。充满着忧郁的约翰问道，主啊，是谁呢？我蘸一块饼给谁，就是谁。耶稣缓慢地擘开饼，沾了一块饼递到他所爱的犹大的面前，亲自地喂他，脸上充满了怜悯，望着犹大。而正在沉思的犹大，脸颊的肌肉不自觉地在他的右眼角落抽搐，他看似随时准备离开。犹大不以为然地接过那块饼，撒旦就进了他里面。你要做的，就快一点做吧。犹大立马转身就出去了，那时候是夜间了。现在人子得到荣耀了，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上帝既然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，
也要让人子在他身上得荣耀，并且马上要使人子得荣耀。过后他们唱了赞美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孩子们啊，我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，你们将寻找我，而且就像我曾经告诉过那些犹太人一样，现在我也告诉你们，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听到耶稣此言语，彼得不禁地焦虑起来，双手不知觉地握得紧紧的，以非常的严肃的眼神盯着耶稣。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，就如我爱你们，也要使你们也彼此相爱。如果你们彼此之间有了爱，众人从这一点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彼得那严肃的眼神问道：主啊，你要到哪里去呢？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着去，但以后会跟着去。主啊，为什么我现在就不能跟随你呢？为了你，我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。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，鸡叫之前你必定三次不认我。门徒们质疑地看着耶稣并摇头否认，各自都主张他对耶稣的忠诚。耶稣打断了他们的想法：你们心里不要愁烦，要信神也要信我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要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是何等漫长的夜晚，疲惫笼罩他们。耶稣再一次地停下脚步，转向他的门徒：你们当住在我里面，我就住在你们里面。我就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。那住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他里面的，他才结出很多果子。因为没有我，你们什么也不能做。这是我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了你们那样。这世界如果恨你们，你们应当知道，世界在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。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，可是你们现在担当不起。不过当那位真理的灵来了，他就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。他将荣耀我，因为他将从我领受并传讲给你们。自己意识到慢慢消失的时间，耶稣又再一次地嘱咐门徒们：过一会儿你们就不再看到我了，再过一会儿你们又将见到我。充满着困惑的门徒们却彼此的争议，他说的过一会儿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你们现在相信吗？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，好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患难，然而你们要鼓起勇气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。说完，耶稣就吩咐门徒们在那地等候他，叫了彼得、约翰和雅各跟随着他。他们到了克西马尼园，耶稣单独地退到克西马尼园的深处。这里四周围一片荆棘，痛苦不堪的耶稣扑地地跪在地上，几乎整个人就要崩溃了，面临众叛亲离，在死亡逼近的他痛苦流泪：父啊，如果你愿意，
就把这杯从我这里拿走吧，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而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耶稣如此激烈的祷告，使他的汗水渗透了衣裳，而每一滴水犹如血一般的滴落在地，时间似乎没有停止，一分一秒更加的拉近耶稣不想面对的逼迫。他对上帝的哀求与挣扎似乎像被黑暗淹没一般。就在崩溃的当儿，天突然开了，在激起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束光，散退了一切在黑暗里的琢磨。耶稣第三次走回到门徒们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？看哪，时间快到了，轮子被交在罪人的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看，那出卖我的人快到了。Rosa pulcherrima. Aspicite illum, regem vermum. Ave, rex verminosus, ave! Homo regalis! Judeus! Dilantaina curio va! Muro!
dove d'acqua farsi. Locca! Salle! Ma te buccal, Silva! Nadele! Tutto, con! Malcheina! E Amos! Hack! Amos! Tira via! Amos! No!
Dad, I've got...